现在我们不愿秉持才识的后金夫传承宗旨，结合经典、品格、学科、才艺等重新诠释新有义的课程，包括礼、佛规礼节、品格、乐、八音、中国笛、社、篮球、体育活动、玉、单车环道、书、书法、经典圣训、学科、数、数学、逻辑教具、桌游，真正符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人格培养。今天110学年度上学期末成果发表会，我们书院全体同学集合了经典、品格、八音、中国笛、书法、带动唱，为大家表演一出舞台剧《标准收到人》。讲师也曾经说过，我们要把修行放在生活当中，
小精灵给我们读。
渡人成全，努力付出。Thank you.
见解，您说的对。从这一点中，就是可以找到收拾自己的方法。关胜帝君在世的时候，不畏强权，不贪名利，正是孟子说的大丈夫啊。除了古代圣人所流传下来的经典，我们要熟读、参悟、实践以外，现今仙佛班班法会所批的训文，我们也要研读、参悟。像道场最近集结的白羊圣训，更是我们必读的训文。白羊圣训，德语圣训序文二，鸡公活佛慈悲仁德义伟大，不为义而贵，四川第一德经，不仁义，五伦半德立身，并可同圣正开和神怒，不平止增加徒有收藏，必须学士正法和贵重，处事能自始至终专一，必然练就精湛和成功，是万途何，每日走行为何，是循是教性以利己，欲我寻全是富贵以利己，是寻道德仁义来发扬，欲我寻家道以万久来强身害命，其名子寻孝，子夏寻子，子游寻廉，子路寻利，子贡寻忠，孟敬子寻信，颜回寻礼，游子寻孝悌，曾子之吾日三省吾身，给你的启示是什么，子路之闻过则喜，你做到了吗？若没有做到，是否有想要从事呢？因为自古恶过，你竟背在心吗？学习了吗？问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否真行出道义，而发自内心的喜悦，流露出外在的感动，明经者明道惊喜，方位之中修行的路上，若没有经典的起心离欲，又如何能一世里你彰显德性呢？不为师敌视，问途能明了于心，在力求悟通，心通情通，以己利利人，即达达人，能遇事就是的宝宝，重整纲伦的经纬，自信跟善美的范本，二十万有的不倒翁，鲜花大道可代言者，欲要文化随风，拯救世界，必死来抵制前门异端，挑战人心之败坏，使女人风气不长，背里作乱之事不正，以及人人皆可成圣成学，若外可成圣成学，亦可精神进行玄学，三朝天德所留下之教法，宛如高高璀璨的明珠照亮黑夜，是智慧的泉源，是历史罕见的宝典，是著者可离的舍利子，是举足之道的捷径。问途，你是否有记得这泉源？看过这宝典，悟到这舍利，正走在这捷径上，是否有真正的学识奇迹？让自己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凡事盼望途而门途天然的桥梁，能抓住一条金线，培养好根深蒂固的地基，有宽阔稳健的心境，有货真价实的才智，有人人见他的人路，有千军万军的负重，有不畏风雨的信心，在那时代中不惧山摇地动，横穿渡河依然屹立，高耸于天地间，是为训。短要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才是真正的修道人。感恩。
们书院推动七个习惯与《论语》顺训，透过七个习惯，真正将修行带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七个习惯歌》。
众生有千万劫，菩萨就有千万种方法可以度化众生。标准说道人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以外，我们可以在道场取主张，找出自己的专长，贡献自己的所才，像书院教的中国底，就可以在活动时表演成全道亲。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底的表演，凤阳花鼓采花瑶族舞曲。Woo!
典，标准修道人除了内修培德、研读圣人和仙佛的经典以外，还有吗？标准修道人除了内修培德以外，更要会渡人。现在大道普传世界各地，需要会各种语言的人才，就像在台湾也是需要会其他方言的人才。学会多种语言，可以度化更多有缘的缘胎佛子。接下来由我们书院全体同学一起来表演西方文化 Arcology 和台语唐诗各个临终。Courtesy by Frank S. Hogan. Courteous treatment is a recognition by one person that another person has the same dignity as a human being. The practice of courtesy develops the habit of treating others as equals. It is, therefore, more than a lubricant, which prevents irrit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It becomes a solvent of the causes of friction, and when constantly applied, produces a positive force in the creation of goodwill. Is that little thing? If so, life is full of little things, full of small pains and petty grievances, which little remedies can cure. 第一百二十八首，各个临终并何言？各临古黑树，飘落几点八，落树穿边哈，青山过尾霞，海烟烟中破，大酒下松下，海客中拥挤，欢来酒中花。各人古歌书，要我指点家。绿树春边下，青山过尾霞。开眼便中破。欢来酒菊花。转，走。旧兰同学在书院经过多年的训练以后，对于经典、修辞、素人的那个就要准备食物、赞歌与煮饭等都有了基本的扎根。是啊，感恩天恩师德，感恩书院全体老师与家长的努力，创造了这个原地成长。今天素人同学经过扎实的学习，整个要出国打帮助到了。素人，你这趟去美国帮忙到场，你要注意安全哦，妈妈会舍不得你的。当妈妈让我在书院时有学好英文读经，让我有勇气去美国玩的。妈，你放心，我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妈妈也要好好参与台湾这边的活动哦。好，太棒了！小主人在书院有扎实的学习，更落实积德习惯的好品格。变成道场上的好人才了。是啊，他没有听我的话，被我影响负面思想，都是一直正向努力，学修讲半行，我都被感动了。小天使，我可以跟你一起吗？
我觉得成为一个标准修道人真是法喜充满。太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美国，我们波士顿博堂欢迎大家，祝台湾大卧红展人才济济，欢迎大家在美国见哦。拜拜，我去美国。拜拜。仙佛慈悲的修曼导航 GPS， 祝福大家都能成为标准修道人。对对。Thank you.
本修道人舞台剧全剧终，下台一鞠躬。好，拜。先停下来，站在你的位置上。好，不要动哦。